永嘉大师正道歌遣示。这个泉，泉水，泉呢就把它显露出来，泉显出来，啊，把那个道理呀、啊、说得更浅显一点，说得更清楚一点，啊，令人呢一看就容易懂了。所以这个叫个泉，并不是什么高谈阔论，只是啊管窥之见，离彻之智，啊，好像用这个竹管子来看天呢，看的那么多，用那一个个蚌壳呀、啊，啊，那蛤蜊，那壳子，啊。来呀、啊、推测这个大海的深浅一样，所以嘛来解释解释啊这个这一首歌啊这一篇的歌词。这个正道歌啊，这是一个方法，修行的一个方法，俺们要是能啊依照这个方法去了解认识，俺们也可以就正道了。咱们这个名字按着天台七种例题呀、啊、这一首歌就是叫人法例题。人就是永嘉大师是个人，正道歌这就是法，以这个法来正道，咱们人法立体。在这个中国呀、啊、大丛林里头常常有人呢打斋供钟，这打斋嘛就是请大家吃饭，所以呀、啊在加拿大那儿或者呀在洛杉矶这有人呢有居士，看居士和居士来了就请到斋菜馆去吃。那么这个斋菜馆虽然是啊也请人吃饭，可是呢没有能供佛及僧，在道场里面嘛只是供佛及僧，在三宝啊里边来住供佛殿，这供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供法供僧也都有同样的功德，所以嘛俺们修佛法的人呢不要贪口味，不要贪吃好东西，所以在中国的大丛林里头啊天天吃的菜饭呢都是很清淡的啊，油也不太多，那么盐也不会啊浪费，菜蔬呢更是很简单，这是平时自己没有人呢供打斋供种的时候就这样啊，吃的东西都淡而无味，那么不贪呢这个口味，不贪这个美味，要把这个食欲啊减轻了的。可是有人打斋供众呢分这个有罗汉斋，罗汉斋是最普通的，就是啊和大锅菜饭差不多，那么里边呢啊，比平时的菜啊那个料好一点，做得好一点，这是啊最普通的。再要是啊供养钱多一点嘛，就是入一斋，入一斋啊就是令人随心入意了，吃得很高兴的，这叫入一斋，也是啊打斋供众，也就请大家吃斋祭，和大家结法缘。
最这个上的呢，就是上堂斋。上堂斋呀，这就要请和尚，就请这个住持啊，也就是法主，请这个法主嘛上堂说法。说法呀，啊，这说法这这一堂佛事啊，在丛林里头那非常重要的。所有在庙上住的这些个寺中弟子都要去啊参加这个仪式。那么所说的这个法语呢，说完了，把它写到一块这个揭示牌上呢，挂出去，啊，给人看呢，或者三天，或者五天，或者半月，或者一个礼拜，或者呢，天天要有人供斋嘛，就天天换，这是这样的。那么上堂说法的时候啊，那时候是很热闹的，钟鼓齐鸣啊，那个对这个道场里头啊就非常热闹，然后给这个斋主说法啊，给这功德主啊，斋主又叫功德主。那么这一次啊，这个名词和这个意义告诉大家，那么今天本来说有人要供这个供斋呀，供这个上堂斋呀，要有比较人多一点啊，出家人也要多一点，要啊这个方丈和尚有这个那个拂尘呢，这个主杖啊，这个都好几种的法宝啊，都要带齐了来上堂呢，给大家说法。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各位，我们在金轮寺呢从来是没有上堂说法过，所以今天也没有预备好，也不能做这堂佛事。我们下次来呀，如果人要有兴趣呢，可以就来举行这个仪式，并且我可以把万佛堂的出家人带来，多几个出家人，那么好有机会供养他们。这个永嘉大师4岁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啊，就学习经律论的三藏法，对天台教啊是有深刻的研究。他徐家呢是姓戴，所以这位大师啊是没有染世缘，没有啊到这个社会里来呀磨练，所以他是很清纯的啊，纯洁无染，所以做出啊这个歌词都是啊言言真实，字字珠玑，那么没有啊好像一般的注解呀或者写作啊啰啰嗦嗦的，他没有的，因为他啊没有染污，所以啊是纯洁是清净的。那么我在这个三藩市啊1965年那时候啊大要
把这个心经讲完了之后嘛，就讲的这个正道歌。因为这个正道歌既很浅显嘛，又很深奥。怎么说它浅显呢？它说出的话呀，没有多少啊，这个令人不懂的地方，啊，都很呢容易明白。可是它那个道理呢，非常的奥妙，把这个佛法的大义啊，甚至都给表露出来了。在那时候啊，就是1965年的时候，12月7号那天开始啊，讲这个正道歌。那么讲正道歌呀，我就先发了14句的这个愿文。这14句的愿文呢，就是用这个恳切至诚心来解释啊这个歌词。玄化清净身语意，归命顶礼佛法僧，乃至十方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中，诸尊菩萨摩诃萨，西方东渡历代祖，吾往今来贤圣等，唯愿三宝垂家护，其我正教转法轮，见闻精进正不退，道家慈航救同伦，一切众生皆灭度，还我本来法性身，仅见威严古慈亲。第一句就说玄化清净身口意，身语意。咱们这个恶人呢，所造的业就是身口意，哎，这一个来造出来的业。身业要不清净，也容易造业；口业不清净，也容易造业；意业不清净，也容易造业。身业容易犯的就是杀盗淫，杀生啊、偷盗、邪淫，这三种啊的罪业，就由你这个身体来造。意念所犯的，就是贪嗔痴。我们人平时啊，讲是讲非，或者听是听非，或者呀，掺杂到这个是非的场合里头去，这都叫啊贪嗔痴。所谓啊，是非常，觉无尽。是非的场合里头啊，不要接近的，
邪僻是觉悟问，人家讲啊，是是非非的这些个问题啊，不应该去问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说什么，不应该问这个，问这个这都是这个不清净的业那造成了，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俺们天地呀、啊，给养这么一个身体，给养这么一个灵性，是叫我们到这儿啊，我们正当的做，不是叫我们到这儿啊，净做一些个不合法的事情。俺们修佛的人，每一个人回光返照一下，看看俺们自己天天在做什么，天天是不是在佛教里头啊争名啊争利啊，争着出风头啊，啊争第一啊，啊争权夺利啊，是不是这样？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啊不配做一个佛教徒了。佛教徒是要啊卑躬折戒，要啊不恨争，也不贪，也无所求，也不自私，也不自利，也不打妄语。俺们要能做到这六大宗旨，那才是真正一个佛教徒，那是啊意业清净了。口呢，口有四恶，口业这口业就是绮语、妄言、恶口两舌。绮语这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一种毛病，专门呢挑拨离间，专门呢造是造非，专门呢讲一些个对佛教有害处的语言，令人呢对佛教徒一点也不佩服，说是你看了他是小佛的多少年了，你看他那种态度那种啊盛气凌人那种的啊不可一世的样子，那晓得一个什么佛，令人就不佩服了。咱们天天学佛法，在这个地方如果不下一番功夫啊，那真是啊对不起佛教。咱们要痛下针砭，自己呀、啊、给自己呀、啊、治一治这种共高我慢呐、啊、嫉妒障碍呀、啊、这种病，这种病要不去了，始终是在佛教里是一个大障碍，不能出离三界。所以这身口意这个三业呀、啊、非常要紧。妄言，这妄言呢我们人人都很容易犯的啊，不知不觉就打了妄语，不知不觉就说错话，那么很容易犯的毛病。恶口，恶口就是骂人，讲粗口啊，讲粗口什么话呀，最粗鲁就讲什么话，很毒的，所以叫恶口，就是恶毒之口。两舌，两舌呀，一个人就是两个命，对着张三就讲李四的是非，对着李四嘛有去讲张三的事情，
把这个张三和李四两个人给讲的好像水火一样啊，互不相容，那么制造出这种矛盾来了。他好像啊啊，坐山观虎斗，爬桥看水流啊，看你呀、啊、这个戈棒相争，他要渔翁得利，是这么样的。所以呀、啊、我在要讲这个注解之前呢啊，要清净我这些个习气毛病。那么身也干清净，是口也清净，意也清净了。所以啊，选化清净身与意，归命顶礼佛法僧。我一心归命啊，是这个三宝，佛宝、法宝、僧宝，归命三宝，乃至十方三世佛。那么这三宝啊，是现在的这个三宝啊，而不是仅仅呢现在这个佛法僧三宝，乃至十方三世佛呀，十方世界啊，三世诸佛，就是啊，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三世的诸佛，诸尊菩萨摩诃萨，这一切的十方三世一切的菩萨、大菩萨、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也都归命顶礼他们。西方东渡历代祖，有这个西方的历代祖师，东方的历代祖师，也都是啊给他们顶礼。古往今来贤圣灯啊，那么古往今来呀、啊，这一切圣贤呢，就像咱们照世之灯似的。唯愿三宝这一家伙啊，那么我在写这一部这个正道歌之前呢，希望啊佛法僧三宝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无尽无尽常住一切的佛法僧三宝加护我啊，令我呀啊有这个解释这正道歌的这种的智慧，起我正脚转法轮，开启我这个正知正见，令我呀明白这个正道歌这个道理，见闻精进正不退呀、啊，见着这正道歌的，听见这个正道歌的，听见我注解这个正道歌这样的精进，他们都啊勇猛精进，依法修行，都啊能正得啊这个念不退、位不退、行不退，正得这三不退转。道家慈航救同伦，在道家这个慈航啊，那么来到我这个娑婆世间救这一些个苦难的同胞、苦难的众生，一切众生皆灭度，使令啊所有的众生都得到灭度啊，都啊离苦得乐啊，正得啊这个涅槃妙心
还我本来法性身呢、啊、那么返本还原令我呀恢复本有的那个佛的法性身，仅见微音此起，仅就是朝拜去，再去朝拜呀、啊、这个最初这个这位佛呀、啊、微音王佛啊，这是什么一切众生的最古的一个慈悲之父，慈悲的这个父母啊，我们大家就一同啊去见这个威音王佛去。君不见去小无为贤道人，不出妄想不求真，无名先生啊，某某先生，张先生啊，李先生，这个先生一样，这个君字就是譬如先生这个称呼。不见说你看见没看见呢，不见呢就是这是一种这个探问的口气，就说你看见没看见呢？啊，就是试问之词，啊，试探之词。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呢？觉晓无为贤道人呢？觉晓也可以说是无晓了，无晓，正得无晓位了。初果的圣人和二果的圣人三果的圣人都叫有小位，还是啊有所小喜的。四果的恶罗汉呢就是无小位了。这个觉晓，觉就是断绝，把这个小喜的这个道路断了，没有了。无为，他为什么要觉晓呢？因为他证得无为的这种智慧了。啊，他虽然无为而无不为，在表面上看着他无所事事，可是啊，在那个默默中他正在呀、啊、转法轮，是教化众生的。不过他不着相，不愿意呀、啊、留一个形迹给人看见，不愿意人呢、啊、对他歌功颂德。因为这个，所以啊叫觉晓啊，
无为，他呀在表面上看着他是无所作为，贤道人，他很呢清闲的，很悠然自得的那个样子，好像啊什么事情他也不注意似的。可是他是个道人，贤可是贤呢，可是个道人。这个道啊，就是一个得道之人，这个不是修道之人，他是个得道的人。得到什么道了？得到诸佛的心印法门了，得到这个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这个法门了。所以啊就很自在的，贤道人也就包括自在的意思在里头，也是包括呀快乐的意思在里头，也包括呀这个平安呐、寂静的意思在里头。所以这个就贤道人，你看他无所事事，对什么事情啊他也不着急了，也没有烦恼了，时时都是悠游自在，超然自得啊，可以说是啊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他这个道啊，等天地有形啊，在外边就是大而无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啊，就小而无内了。所以这种境界啊，不是什么凡夫俗子所能梦想得到的，这叫贤道人。也可以说是啊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性与人同，万物静观皆自得，他众物的表里精出，他没有不明白的，也不用加思索去研究才能懂，他很自然的他就得到了，他都明白。四时佳性与人同，这个春夏秋冬这四时的这种美好的光阴呢，他和所有的人呢是一样的，还没有什么分别，这叫贤道人。他呢因为得到道了，所以也没有妄想可除了，也没有真可证了，妄尽真纯了，所以他不除妄想，不是说他有妄想不除妄想，因为他没有妄想可除了，无真的可证了，已经证得到极点了所以不求真。他呢无名实性即佛性啊，他以前和我们一般的众生也是一样的也是有无名烦恼，可是他现在修的变成佛性了，就返本还原了，返迷归角了，他根本的生死的问题断没有了，所以他的无名这个实性现在他一定转成佛性了，幻化红尘即法
他这个以前也是啊，这幻化的这个虚妄不实的这个身体呀、啊，现在他证得这个法身的离体了，啊，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寥寥无一物。什么叫法身呢？法身就是啊，那个实相啊，就是那个啊，无形无相啊，寥寥。他要明白了，无一物，一物也不指着了啊，没有东西可指着，没有啊，一切的。这个警戒能把他迷住了啊，所以说法身寥寥啊，无一物，无一物，一物也不立了啊，本源自性天真佛呀，到什么境界上什么程度呢？就是啊，证得他那根本的源流了啊，根本的佛性了。所以啊，就是本源自性，他那个自己本有的那个佛性啊，天真佛，这就是一个啊。本来就是一个现成的、现现成成的一个天真的佛，因为这样呢，所以他就啊觉晓无为，是一个贤道人了。无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正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恶鼻眼，若将王宇匡众生自找拔舌尘沙劫。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是五蕴的色法，这五蕴色是一种色法，受想行识，这五蕴，五蕴嘛又叫五盖，又叫五音。为什么叫五蕴呢？它是蕴结而成的。为什么叫五盖呢？盖不自性，而啊现不出来光明。为什么又叫五阴呢？它这样都属于阴啊，隐伏在那藏着意思。色是一切有形有色的，一切的颜色。受就是以领那比，想以分别为意，行啊想以思考为意，行以这个念念不停，念念潜流啊，以不停为识，识就是啊，以了别为明了分别。这五种东西啊，色也会遮盖自性，受也会遮盖。想也
慧遮盖这个自性，行也是遮盖自光明的自性，识更是啊，在那儿遮盖这个自己本有的智慧。这五种东西啊，都是很强烈，所以叫五阴之盛，苦之盛，就像那火呀烧得着得很旺盛，就那么样盛。虽然火呀烧人，烧的可以把人烧死，你真正的找那火的体性呢，它也没有，都是虚妄的。因为这个，所以啊，说这个五蕴浮云，就好像浮云似的，在空中去有空中来，所以空去来，它没有实体。比如说这个青黄赤白黑，这五色，五色只有这个颜色，而没有实体的形象。你染成什么色，它就是个什么色。它要借着其他的物质而显这个色，它色的本身呢，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再往简明了一点说，那个色的本身就是啊，一种微尘的变化。微尘啊，很多很多聚集到一起，你才能啊见着它有个形象，有个色了。那么当然要一粒微尘呢，就很不容易啊看得见。这个色呢，也浮入是这五个颜色，它聚集到一起了，你看见是啊青黄赤白黑了。要分散开呀，单单一个青色你也看不太清楚，单单一个黄色，你那么就像一粒微尘那么大，你也分别不太清楚。单单红色和白色和黑色都是这样，不容易分别的清楚的。你聚集到一起，这个色也现出来了。在我们这个五蕴呢，也是这样的，由那个一点点的聚聚而成啊，所以显出来一个色法。收有了色法，你就有了纳受了，领受了啊，有一种领受啊，就变成一种啊响音了。这个响啊，就像那个野马似的，跑得很快的啊，那个王响呢啊，钻天入地，那个行就有了行啊，有了行动了，有了牵流了，然后又有了分别。这五蕴呢，这个法，可是它都没有实体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那儿存在的啊，所以这个五蕴呢，就像那空中的浮云云雾一样，忽聚忽散啊，聚而成形，散而无物啊，聚才有，散才无啊，在那个虚空里头啊，很自由的来去。所以啊，五蕴浮云
就等于浮云一样的空去来，在虚空里头来来去去的啊。可是它啊，你真要是找那个云，那个浮云嘛，你也找不着的。三毒水泡虚出没呀，这个三毒就是贪嗔痴，这叫三毒。这三毒啊，把我们的法身慧命啊都给毒的睡着了啊，人事不醒了，把我们的法身慧命几乎就给毒死了。贪就是贪得无厌，贪而无厌，我们人这个贪心呢是不容易降服的，尤其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吃的，贪睡。每一个人自己想一想，你不贪财嘛，你就会贪色；不贪财色嘛，就要贪名。啊，说财色名都不贪了，吃的又放不下，就贪吃的，贪吃好东西。说吃的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不睡眠不足啊，受不了了。哎呀，贪睡啊，这贪睡的人呢 啊他一睡着了，你给他什么他都不要了。你说啊，我有100万块钱呢，现在你醒一醒，我现在送给你。他也不行，好，他不相信。为什么呢？他说啊，这大概是做梦的，不会是真的，所以他还是睡，照睡可以。啊，你无论有什么事情，你摇不动他这个睡觉三昧的这种定力。甚至于信佛的人呢，说你不要睡了，俺们拜佛，今天的佛来呀、啊，法驾光临呀、啊，你这个道场呢，你拜拜佛了啊，不行啊，我现在还没睡醒呢，啊，说你去做早课，睁不开眼睛怎么做啊？总是啊，舍不得这个睡，啊，也就是他嘛，啊，他嗔。那么这个贪睡、贪名啊、贪吃的啊、贪财、贪色，贪不来呀、啊，就要发脾气了啊，好像回着我的地被旁人给抢去了，就要发脾气了，嗔啊，一生出嗔恨心呢，你就无所不为了。什么都可以做得出了啊，一些个愚痴的事情啊就发生了。所以这贪嗔痴这叫三毒。这三毒啊，因为它的力量啊很厉害，能把这个法身慧命啊都给毒的醉的啊，不能觉悟了。可是啊，他们虽然是这么厉害的，它也就像水里那个泡沫似的啊，自生自灭，你要不随着它去转嘛，它也没有什么办法的啊。所以这是就好像那个水泡啊，在那水里呀 啊现出来了也是个假形，没有了啊，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可看得见的，连个尸首都没有啊，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在那、啊、这就是一股这个云，也像那个云雾啊那么样的仗着你啊。所以说三毒就好像水泡似的，
虚出没，他在那儿虚亡而生，又虚亡而灭。正实相，你要证得这实相离体的人呢，无人法。这时候人也空了，法也空了，人法双亡，法执也破了，人执也没有了。你人的执照没有了，就没有人我是非；法的执照没有了，就也没有一个说我呀、啊，懂得什么什么法了，你又不懂呢。这种呢，共高我慢呢，那么轻看旁人呢，这种的思想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所以无人法。